事，我饶不了你。燕回，哎，不要回去。我知道，我根本就不想回去。快，不准关！燕回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陈兴山的人。大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严肃点。陈兴山的人来干嘛？我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你怕是要翻了天了。我可翻不了天，你怎么找到我的呀？我掐指一算，不就算出来了吗？哦，此前我刚外出下山，回来就听说你冲撞师门被责罚下了山。我本还想等师父回来替你求个情，让你回来，没想到啊，你才刚下山，就跟这妖龙扯上了关系。你真是糊涂！哎，我说，你们陈兴山的人是不是脾气都不太好？你给我闭嘴！这妖龙倒是也挺狡猾。听起来陈兴山的人对燕回无害，我还是先上山吧。纠缠我的师妹，到底寓意何为？我不是妖龙。我，你不是？龙呢？龙。你和他纠缠在一起干嘛？师兄从来不反对你和妖怪做朋友，况且这妖龙炸了永州城，连你的名声都连累成什么样了。大师兄，永州城是我炸的。你哪有那个本事啊？定是那妖龙炸的。我知道你劝也劝了，拦你也肯定拦了，但是你没有办法，这妖龙暴戾成性，他非要把永州城给搞乱才行。师兄，永州城……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他既不是妖龙，可是妖龙留下来的眼线。不是啊，你跟师兄说实话，有师兄在你怕什么？妖龙我收拾不了，他我还收拾不了吗？师兄，你到底是来干嘛的？带你回去。我不回去。你为什么不回去？回去干嘛呀？我是奉师父的命令来的。师父都把我赶下山了，我对你有直接责任。我现在有别的事情要做，我回去没有用。他说要带你回去，那我可不同意啊。那你打晕他干嘛？有你一个已经够吵了，再加上他一个，我怎么受得了？我跟你讲，我师兄要是有事，我饶不了你。燕回，哎，不要回去。我知道，我根本就不想回去。等我回来。